Hello， 欢迎回来，以上收看是 Breeding Dream 系列第三赛季。那现在是来到败者组，由 Rex 对上 Nice。那这场将会决定，胜者就会打刚刚的败者帮们，然后输的人就直接拜拜了。那我们马上进入比赛，这个 Nice 不知道有没有在哦 ，Nice 也在。对，那就是休眠者之境。白给 team， 好，第一张来到修正原则之间，第五右上角蓝色红族是来自军二战队的 Rex。啊，第五左下角红色神族是来自 THG 战队的 Nice。哎呦 ，Nice 超早拉一只农药去卡别人，这是 Nice 很喜欢的。他很喜欢这样卡。对。起来。我、哦、卡到了，卡到了。查一个字怎么念？啊，什么字？张念卓。卓。哦 ，Nice， 在后面吸一下，让冲住他。像这种二矿如果放在三矿位，就是等一下会多要多补一点点狗。他也是因为那个知道 Nice 会这样做，所以心理就先有预备了。Nice 是直接停一百瓦就没抢。哎、欸，我怎么感觉 Nice 要爆回多？他拉一些龙去骗 Nice， 他爆回波。他好像哎、欸，那是农民吗？我不是，刚以为他让他们过去那个去踩旁边。VS， 你看他拉那个铺一个重开流骗 Nice。你说他骗他什么？哎、欸，变补农了。我刚以为他要补、欸。你说铺哥从那有他以为是要补农，是要打运。因为他刚有拉农过去那个二矿了。嗯。就又没有，又转回来。像高科技吗？有。这是教室再见。有啊。那时间被骚扰，可能少个50块、100块。哇，这狗六现在太被看光光。哇。还在杀狗，三龙，还可以出去。他
他居然选择出去了。啊，出去其实也可以，因为都看看够了。哟，那是选择双 VS。瑞士也把主矿旁边冰冰的视野全部打开，所以他现在只是不怎么怕。哎、欸，对、哦。不过他的矿区里面好像是有一条狗啊，我、哦、没有看错。想要拉狗给他定就好了。我刚瑞士有操作包子去点一下凤凰，他原本。是点凤凰，然后后来又点尖刺，然后又操作回来点凤凰。嗯，因为它自动会预设打有攻击力，对它有攻击力。这里 nice 到两只教室，结果这两只没什么用，被看到被抓到。哎、欸，我怎么觉得瑞士要那个、啊、爬女王？走到后门吗？对对，他爬过去，我觉得对，爬过去，爬过去。我觉得那是死啊，这双 V 是很难打。四只后虫够吗？你看到七只，那、啊、几只在那个家里，分开是有点危险。从这没虫，那一定要开始爬，他懒着。啊。去分开。现在要看正面，赶快塞电池。哦，虫被抬光啦！有后面有电池，继续可以补。玩手，玩手。等一下，瑞士会有个问题，就是他没办法处理凤凰，而且他如果要处理凤凰的话，可能变成说他家里又要耗金继续补包子，然后那次正面是不会被冲进去，他等一下只要五五出来开三矿就可以。啊，凤凰要无限杀，可能等一下如果又抓到王虫，你又要死王虫，那你冲完掉的话，你又要补那个，要耗虫来补王虫。后面也可以杀一杀，这个凤凰量是可以强杀。与敌人交战中，瑞士现在很难受。嗯。瑞士区妈妈一直走出来，这个凤凰好像有点发呆。哇，超多王虫被杀，继续杀，太爽了吧！他这里只有一个包子，我觉得这王虫全部要死光。这个瑞士要被 Nice 航空给 A 爆了。你可以跳啊！这是超痛苦，王虫全杀光，干。还有王虫哎、欸，还有可以杀。
等瑞斯来补兵，还要被抬光。现在过去应该也绝望，不朽跟那个都出了。瑞斯是还想去女王，然后爬一波，但是他现在慢慢量不够，所以没有二本。他凤凰还在续，你知道吗？对啊，继续一直枪杀。这量已经超过那个临界点，所以他可以硬吃那些东西。好，转不血。但只是想他让他凤凰续不续，让他妈妈续不续。日虾没恶本，是因为他气超多。1500多期，他干嘛？爆一波橄榄虫吗？但是他橄榄虫就不能定人。天，凤凰无敌耶！我想不到什么人可以打他。有什么东西可以打这凤凰？现在只能飞蟒靠雾，但是雾也没办法。橄榄，我觉得出来要被抬。橄榄又不能定他。啊，你不能定他，你要怎么打？橄榄应该还是可以定吧？可以定吗？可以定，还是应该还是他橄榄只是多一个星期，然后移除受橄榄的技能。哦，所以他还是可以定的、喔。对啊，白痴，那不是更强？没有，但是他那个技能是没有以前那个丢蛋那个蛋那么猛。以前生猪不敢跟红猪打后取经那个蛋。啊，他现在没蛋了。对、啊，现在没蛋，改成一个什么对空军会可以降那个。哦，就是没蛋，但是有那个空军的。对。但那个技能我还很少看到。可能是大家还没有很习惯用那个东西，反而是勒壳那个比较常见。Risk Uncle。我觉得等奈奇可能会推二攻，先清一下重伤。这个基本上不应该没什么救。五颗白球。那也是打得太小心了。啊，定到，但是我觉得没什么用。
那时其实打超小心，嗯，就往后往后续打，不让你有机会。A 下去就结束了。然后他要来一波双线，侧他正面会给压力，然后侧面会绕狂人士砍你东西。他重点应该等下会放在那个侧面的狂人士砍你的矿。哎，干什么干什么？大一点。哎呀哎呀！哎，一副把地面清完的感觉。哎呦，直接都灵竟然取消。还好呀，还玩他灵竟。他在刷一波并不结束了，他叫他刷再把堵起来吧。行，好，各位这边。Nice， 先拿到第一分哦。这场前面其实那个 Nice 是有失误，让狗跑进来，让啊乱了一下节奏。对。然后后面那一波，其实我觉得效果好像没那么好。我觉得虫在位置可能也不是他的后虫啊。对对对，没有走到虫在上那个扑出来，因为主要是一开始他那个。是二矿是盖那个下面的，所以他从来是从二矿，就是盖三矿那个位置延伸出去。其实就算是这样子，他刚刚的后虫也不应该从二矿那边走出去。对的，应该是到三矿再。应该是要 shift 走三矿那边过去，他的后虫就不会分开那么多啊。他刚如果说后虫是集结在一起走过去的话，情况就不会这样子。因为第一时间凤凰他不敢直接硬逃，嗯，量够了。他有七只后虫哎、欸。就他刚刚后虫分开被个别击破，好，第二张地图来到是转瞬即逝地图右下角的红色虫族是来自军乐战队的 Rex。啊，就左上角蓝色神族是来自 TSG 战队的 Nice 要去卡 ，Nice 怎样？他拉什么去卡？对，他觉得把人家的三矿卡二矿卡在三矿的位置，感觉挺好的。但是真的还蛮爽。如果这虫族不会应对的话，可能会很伤。啊、这张图的三矿是不是更远啊？嗯，等等，那个教室中间教室可以站在那个二矿三矿中间那边来回，麻烦。最近我们学校要就是。会分那个分组，就是那个会分四大组，然后每个组都他们各种专长，对吧？我们系、啊、分的组要干嘛？那组我们好像就是有运动传播嘛，然后另外一个组是好像是餐饮类的，然后还有一个组是学那个什么气办比赛啊，然后气化管理那些，
然后还有一个组是户外冒险，就一些绳索场，绳索场你有玩过吗？就露可能露营会玩的东西，就学那些。但我觉得好像有些东西好像就没有专精，就像有类似餐饮东西，但是餐饮类的东西不是就没有那像真的学餐饮那么专业。瑞士这边绕两条路出去。你是什么系啊？我是休闲产业经营管理，我是管理学院。我防护队受到攻击。啊，这个又看光了。Yes。战况如何？Nice。目前瑞士1-0，然后两个都在败部。现在是拜德，然后赢了打吹亏，对方啊，没事没事。我刚刚说没事没事，我的西域就行。热气球。这是先知是瑞士没看到。休闲观光加管理，对。那学了以后可以干嘛？就我觉得他分了蛮多组的，就感觉我也不知道要干嘛干。然后好像每学期，如果你不喜欢那个组之后，你可以再换。嗯，还可以换组、哦。对对，因为。换组，他们我们分那个组之后，是后面的选修会不一样，会分开，就是除了必修之外，就分开的选。那你那时候应该就没分那么多了，哪有在分啊？然后是直接读。哦，转 VR 跟刚刚打法很像，二 VS 之后转 VR， 两个 VR 放上去。那他这样就要打多一点。但刚瑞士刚按了一波蟑螂，那他可能这双面是可能会被他的东西。他等下蟑螂有可能要走出去，看他有没有绕过去。是不是瑞士又要拜拜了？对、哦，这个有点伤。爆一波蟑螂出来，就人家来那么多凤凰。刚瑞士前面是不知道对手双灭，所以这会打起来会很被动。又被抬，我就要去。
那人口还卡着，我其实我很难受。现在这个二 VS 有那么强吗？还是说是因为感染那个虫洞改弱，他就嚣张了？我觉得应该是二 VS 就拿回来用，所以刚之前不用是因为那个虫洞变强啊。对。然后其实现在 VS 的东西后面接回大后期，我觉得也蛮强。哦哦，之前我说像打感染打不过，对吧？嗯。现在神族也可以跟着憋，所以我就也不怕。那这样瑞士刚前面打那个谁啊，打回头那个，我觉得就有点道理。如果你是双边站去，就直接 GG。瑞士这边要跳大了。哦，选择先把这边拆了，多一个进攻路线。我觉得中间那三个那个地方其实还蛮坑的，对、哦，那三条路。这瑞士很难守吧？毒爆炸了一炸到，哦，狂是被炸光，好像可以哦，狂是被炸光，这波上去，哇，就那个接着往前跑，摇摆啊，狙击。我们这边 nice 最后是哦没有，他是扳回一城，扳回一城吗？二比零了哦，二比零。对 ，nice 最后是二比零战胜瑞士，瑞士这边就变淘汰狼了，被淘汰了，淘汰了，被淘汰了。那这样的话 ，Nice 就有再打一次帮忙的机会。理论上 ，Nice 应该是蛮会打人类的。还是 Nice 现在抓放啊？嗯 ，Nice 在抓放。不要输就在抓放，可能就是打输哈。抓放，抓。对。那看 Nice 能不能扳回一城啊？目前 A 组我记得好像都是韩国人晋级了。看一下 ，A 组是触跟邦尼晋级，那个 Hess 跟 Silky 拜拜了。那看 Nice 等等有没有机会战胜帮们，如果有的话，我们在那个季后赛的时候还有一位台湾选手，不然的话就是四位韩国选手了。好，那我们就先休一下，休息五分钟。那等等就是今天最后一场比赛，由那个 Nice 对上帮们。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